信赖恭喜。咱搁一摆，甲咱身边的人讲，信赖恭喜，好唔好？甲咱身边的人，头前后边拢大声唱，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圣诞快乐。人生苦短，但是这么苦短的人生，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爱，上帝的陪伴，然后让我们苦短的人生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想今仔日大人，你家来庆祝圣诞节，咱搁一摆把这个圣经，今仔日的主题圣经，咱搁读出来咯。来，用华语的来。他正在逃避这事，这个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：“大卫的后代约瑟，不要怕，尽管娶玛利亚做妻子，因为她怀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就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，因为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。”各位，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耶稣的名字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他将对来，他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他们的罪。耶稣这个名意思，就是伊要救伊的百姓脱离因的罪恶。当行出约翰，甲伊的学生介绍看上帝的囝的时，就是讲看上帝羊羔。上帝羊羔，所以羊羔就是代替人死，代替人的罪赎罪的。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，他的身份就是羔羊，为所有有罪的人担当他们的罪，让你我我们的罪因他的代赎，我们成为一个新生的自由的新生命。你家各几块圣经能够用完，让我们一起再来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一切事发生是要应验主一切的先知所说的话，有童女将怀孕生子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请问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？上帝与我们同在。请问你若伫个社会，基督徒咧写过互人，伫个写 email 互人，写到最后，你要跟你别人伫个写顺心如意，你要写什么？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，请问以马内利什么意思？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今仔日我用这个地方，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三个同在。这地方以圣诞的时候跟咱三个来分享，就在圣诞节的时候，上帝赐下了主耶稣，一共他的名字叫做耶稣，他的意思是要救你我脱离我们的罪。然后他又说，这位耶稣他的名字叫做 Emmanuel， Emmanuel 的意思叫做你上帝与你与我同在。各位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同在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现在有多大的能力，多少的财富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同在。一大早我们到殡仪馆去送行，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，完全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就这么走，谁也没有料到。你需要上帝，我需要上帝，我们都需要上帝在我们人生当中陪我们走过。耶稣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，有些我们已经说了，他叫做拯救者，他要救你脱离你的罪，
伊要救你脱离你的苦难，伊要救你脱离你所有惊吓甲孤单。永福教会下个礼拜开始就要开拓一个新的事工，叫做长照二点零。三月份我们要接续一个叫做乐龄，就是我给真多这资深的公民，这些资深的公民唔通不当厝内孤单，一个一个托，甲伊邀请出来，邀请出来，离开你的孤单，离开你的无伴，离开你自己那个受限制的环境，然后一起融入教会，成为你另外一个家，教会成为你另外一个救赎。我想真侪人，咱唔甘伊人生真辛苦，但到最后伊人生真的是孤独、恐慌、无助。那伫这个家，耶稣的名，讲叫做洗净，伊要拯救你。因为在你的人生有许多境遇，当这一些苦难的境遇发生的时候，人的一个常态就是不断的退缩，不想见人。但是 Savior 的意思是，他要把你引导出来，他要把你引导出来。人真正生命的价值跟意义，人真正生命的喜乐，不是在孤单里面找到。真正你生命的丰富，是在人群里面找到。所以一定要走入人群，一定要成为人与人相处合影的使者，你的生命的价值就一直出来。所以 Savior， 我们都需要一位 Savior， 一位拯救者，他不断地带领我们出来。耶稣的意思是以马内利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与我同在。我真唔甘的一项事，偌侪咱教会早期的贡献者，或者有的，偌侪咱社会真出名的人，年老了后怎锁伫厝呢？讲阿兄因某讲叫做啥？阿兄因某讲叫做色嘞。偌济人的，偌济贡献者，伊一生真劳苦，伊的一生真付出，来到年老真正衰嘞。然后咱隔离养老院，隔离养老院是不要紧，行了隔离养老院了，就很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没有教会，什么都没有，连自己的孩子们也很少去。养老院不是隔离的地方。养老院可以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代替照顾，非常好代替我们照顾的一个场所。但是，假如养老院放了之后就没有人去陪伴他，那个就变成可怕的孤独的生命，那是余生的孤独。耶稣来了，耶稣来了，你要帮助你，帮助我，你要陪伴你，陪伴我。上帝甲你三个同在，无论你即久生命的经历伫什么款的阶段，接着你抓住耶稣，你抓住上帝的同在，你抓住耶稣，你抓住了，你不孤独。我想咱伫这个家，咱唔忙，因风教会咱直传播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上帝今天就与你同在。所以教会行入去伫你内面，请你嘛行入来教会内面。个团体行入去伫你的内面，请你嘛行入来团契的里面。每一个人都找到一个团契，每一个人都找到一个所属。我想迄个归属真要紧，不容易。圣诞节到了，外面都在庆祝圣诞老公公，外面都在订圣诞 party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无论到哪里去，你要订桌都很难。大家很忙着开 party， 但是请记住，圣诞节不是圣诞老公公的节日，也不是开 party 的节日。圣诞节是在庆祝什么的节日？耶稣诞生。主耶稣诞生背后
两层的意义，基本上两层的意义。耶稣来了，他要成为你的好朋友；耶稣来了，他要陪伴你；耶稣来代表上帝的使者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耶稣来了，你若接受耶稣，然后你正做一个开始，正做一个与神同在、与人同行的人，所以你就慢慢被带领出来，你从爱行出来。所以今天把外口的社会，我常常在讲，我们是被安置在一个非常不如意的环境，但是基督徒不然的，你非常不如意的环境，你要活出去生命丰富跟见证，这个见证真正要紧，你抓住了神，神抓住了你。对，以马内利，上帝与你同在 ，God will be with you。接下来，耶稣为你而生，耶稣要成为你的救主，耶稣要救你和脱离你的罪。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年每一年一直过去，希望我们不断革除你生命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。我盼望我们在这里，不管你的年龄多大，你每一年把你生命当中最不好的那一两样给拿掉，最不好的那一两样给拿掉，因为他要慢慢更新你。Emmanuel， 你有光芒。当主耶稣为着你诞生，当主耶稣为着你付出伊的性命，当主耶稣为着你挂伫十字架顶的时，你已经成做这么要紧的一个性命，你已经成做上帝国、上帝目睭中看做宝贝的啦。你是那一颗天国的珍珠。所以千万千万千万，我们生命的焦点就是在回应上帝的爱，回应，想尽一切办法珍惜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人生没有走岔路。上帝的同在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祝福？在黑暗中，主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。我们的生命需要光，耶稣他来了。因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什么经历都没有，他拢无什么款的经历，他只有上帝甲伊同在。上帝调伊的时，摩西讲：“我是谁？我凭什么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？我是谁？他们怎么可能听我的话？”上帝甲伊讲：“你手里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手里就是羊啊，这只拐啊，羊咩咩一个拐杖。”上帝就甲伊讲：“你一世人，你只拐啊，你摇摇，这只拐啊，就是我与你同在的记号。各位，你的生命当中找到一个记号，是上帝与你同在的记号，然后就一生抓住那个记号。”一直紧紧跟随走进上帝的国度。你生命的特质是什么？除了那个以外，你谦卑；除了那个以外，你我们所知的可能都是很渺小。所以在那个摩西就靠着那一根拐杖，以完全上帝荒野进来。伊利亚。等于在面对400的先帝的时候，他单独一个人要面对450的先帝。上帝说：“我要跟你同在。”有上帝的同在，你可能翻转许多不可能。有上帝的同在，你有可能走出你现在的困境。若失了上帝，你会软脚。所以上帝的同在比什么都重要。代表有上帝的同在，也当把巨强哥利亚给打倒。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同在。各位，圣诞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要正式告诉你说，不是上帝需要你，而是你需要上帝。你们讲阿门吗？上帝不需要你，上帝，但是你需要上帝。我们要怎么在经过人生
生命的旅程真正是变化无定，但是伫遐上帝暗中的教诲，有主耶稣等于有主上帝的同在。那这个是上帝对你的应允 promise。你看了应允，你要安怎轻轻抓牢？应允有可能几啊十年了后才实现，但是伫你现在的每一天，你拢爱轻抓你的应允。啥时你若离开，啥时你若怀疑，什么时候你离开了你的据点，什么时候你丢弃了上帝的拐杖？摩西他的人生的使命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。你上帝在你身上有许多，有可能只有一项记号，那个记号你紧紧抓住，那是你的生命线，那是你的应许成就。你抓住那个应许，有一日，记得有一日，当时不知影，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你点点祈祷，你忍着眼泪，然后你紧紧抓住信心的手链的脉搏。有可能翻转你许多许许多多不可能的任务 ，mission impossible。因为在咱的人生真正有太侪你无爱的事。现在你看你最袂歹，现在你看你最辛苦真勇敢。无代表半年，无代表三五年后，你也阁拢好势。现在你的子孙拢真好势，并无表示十年后你的子孙嘛拢真好势。人生无人保证，无人敢保证。况伫即个时，请咱会记得一项：上帝来看咱目睭前每一个人的生命是那么宝贝，请我们也谦卑下来。看重我们眼前的每一个生命，你去爱他，你去保护他，你为他说话，你甚至学习耶稣，我爱你，我为你舍命。弟兄们，我们愿意学习耶稣这一种态度的话，上帝必然高举你。当耶稣伊看无家己，拍破伊的人生；当耶稣伊欢喜。今天把塞公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等主耶稣在雅各底下流着眼泪说：“父啊，可以的话，请让这个苦杯离开我吧。”但是不是教怪艺术，是教义的艺术的事。他让自己的生命就回到那个卑微的马槽的样式。然后上帝就高举他，我们需要走这一趟的十字路架跟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需要把它走完。然后有一天，上帝必然告诉我们说：“忠心的仆人，你可以回家。”因为马槽就在这个圣诞节，他不断在告诉我们。刀光之际，每一个人谦卑的刀光之际。当我们在家里刀光之际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对你是家里的人大声小声，你就不会太高傲，你就不会太强迫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耶稣的马槽人生，从那里开始。我们在学习耶稣脱下衣服，然后跪下来为别人洗脚，他一步一步这样子走，走到最后他是被挂在十字架上。当他被挂上的时候，今天成为多少人你的礼物，就是在送十字架。一个上苦难的时刻，变做上荣耀的义务。No cross, no crown。我想这个经过，你若看到耶稣在伊的人生的中间，对诞生到底最后的十字架，你拢在咧看到这个，伊在咧提醒咱，无人
进在一个倒空你自己，上面的灵就会充满你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倒空的人生。咱若看到上帝伫中华基督教医院，男医生付出所做，第一代男医生竟然疼人疼到挂目倒贴，倒贴的爱。我想，这个拢是对基督徒，一个耶稣，一个耶稣诞生伫马槽，耶稣行过伊该行十字架的道路，耶稣真正顺服伫上帝旨意，然后挂伫十字架顶，上帝让伊死搁活，然后影响偌济跟随者 followers。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学习耶稣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世代都可以，你可以从你的眼前看到多少人默默的在学习耶稣，走那不可能的路，做那不可能的事，怎么可能？但是一个基督徒可以爱自己的孩子还爱不够，然后去爱别人的孩子，唤醒自己的孩子浪子回头，还要去呼唤别人的孩子浪子回头。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，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人生今天，历史要学会，我需要学会，那们需要学会，那们教会需要学会。所以每次在圣诞的时候，这教会不是只在那老年教会，在那想教会在这里存在，在这个社会存在，我们教会可以成为社会的买主了吗？咱教会当成做社区真侪流浪的人，都向外国的所在。耶稣是上帝要给你的礼物，耶稣要成为你的最好的朋友。耶稣来要更新你的生命，你欢喜接受这个耶稣无？圣诞节不是咧接受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节不是咧接受听好圣诞礼物。圣诞节是来接受耶稣，请问你今仔日欢喜接受这个耶稣，上帝要给你的上好的礼物哦？它是关系到你的生命，它是关系到你的永生。愿上帝与你同在 ，Emmanuel， 是吧 ？Yes， 感谢上帝。祝上帝，我满心感谢。你这个所在，我来当讲什么？在这里我们只能够说哈利路亚，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